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这边是台中市的联翔汽车，我们地址在吴清路四段208号。那目前像我们分公司的话，总共有4间，好，那4间车子加起来大概有已经在库存有将近300台的中古车。那中古车的话，该怎么购买？怎么挑车？这样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款车叫王腾，三菱的国产车，它是2400cc 的，不过它税金只要缴2000的税金，因为它没有超过2400。那第一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引擎室的方面。像基本上的话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像出厂标签嘛，哦，都要在一样。螺丝主要是看这个漆面呐，因为这漆面新车到现在，像这个2005年的车子，哦，它的漆面一定会有使用的痕迹，哦，像一些小刮伤啊，这是已经久来都会有的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它这款车哦，它的车体结构做得不错，它主要的 H 钢梁，当初撞击测试哦，经过4颗星的评价，所以像这款车的话，第一点它做到2.4，第一它有2000cc的车身就不会重托哦，所以当初它设计2.4是有原因的，不会像一些车子可能蛮大台，可是它2000cc开起来就很没力。很没力的话就会耗油，那这2400的话，这个问题就可以排除了。那像它大灯的方面，它是远近分离的，然后它不错的就改款，它有这个鱼眼的投射灯。那再介绍一下内装的方面。像这台的话，它有锁四排，然后它还有电动椅，包括恒温。哦，都有，而且它是黑内装的，当初有出米内装跟黑内装，但是比较大众化是黑内装，因为比较好整理，比较好顾。那像它这台内装的话，基本上以我们的判断的话，它应该还有80%新的，因为5年车嘛，一定都会有使用的痕迹。哦，那包括再看一下后桶盖的部分。它的置物箱的话就蛮宽的，东西的话基本上可以放蛮多的。原厂的备胎，那它这个都有隔音棉，那如果要因为隔音棉挡住了嘛，那我们就是看后桶盖的螺丝，都一样，就是完整的，都没有掉漆，摸起来不会刮手，包括这方面都一样，机械打点哦都要在，两边都可以介绍看看，哦，都一样。都要在，这个都有。那它这款车的话，它的封胶是只有正面才有做封胶，都一定要是硬的。如果没了或是软的，那个就是不正常的。那它这款车它还有天窗，后视镜它 LED 顶级的才有啦，比较洋葱可能就没有。那对于中古车哦，可能也是要请各位观众来现场看车了，因为毕竟现场教你怎么看车、怎么挑车，你会比较清楚。好，经过影片只是说大约的介绍，包括中古车哪些小细节要去注意，然后公司的保障到什么程度，包括这台的话以及变速箱，我们1年份区分的话，我们可以这台可以保护到3年6万公里。好，3年6万公里以内你正常保养，好，我们会开一份保护书给你。在3年6万公里内，如果你正常保养有问题，就是公司全处理。哦，你客户你不用说会担心说可能没办法，车商不帮你处理了，或是说你会找不到人，这方面是比较放心，因为毕竟公司已经分店开到4家了。哦，不会为了一台车不去理客户，哦，这样是不对的。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欢迎到我们联翔汽车。大约就是这样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好，谢谢。